大家好，我是快乐熊。今天我们要玩的是七骑士二，那我们要打的是八人副本塞列欧斯。那这个副本需求是28万战力，那我们的战力是169882。那我们打看看吧，是目前的难度的最难。这个开场的动画。天而降，有一把巨剑，他身后又背了五把剑。那我们会以卡琳为视角打是小侄子，后面还是大侄子。啊，躲招了，躲球了，球。
字。压制成功。我把你拉回中间。是打了933万，好，离开，可以哦。